Hello， 我是 Annie 老师 ，Annie 时尚插画课上课喽。我们谈过了春天的线条，夏天的比例，秋天的色彩。那么这一季的冬天，老师想要来感受一下穿在身上各种不同的布料以及材质的变化。可以准备很简单的铅笔、橡皮擦，还有勾边笔以及水性色铅笔，这样就可以来画出不同的材质变化喽。记得锁定 Annie Girls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一起来画出有质感的冬季时尚。